卷子，然后我现在不舒服了，让小磊带带我去诊所里边看看去，难受得很，从昨天晚上都不舒服。肚子啊？事儿昨天吃了？没事儿，别着急。我那个拉肚子从昨天晚上开始拉，然后肚子也我也受不了，是胃还是肚子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一阵儿一阵儿的疼，隔个十来分钟疼一回吧，然后一疼然后就想拉肚子。也有没有鼻涕？不咳嗽？我咳嗽。有没有鼻涕是吧？有鼻涕，我是一直有鼻炎，我一直平常状态都是在这儿疼啊。嗓子难受吗？嗓子里边气泡了，舌头下面也烂了。十斤睡的时间长了，睡的时间长，对呀、啊。大点吗？大点吗？大大人坚强不？坚强。大点吗？小孩子。行行行。一天没吃饭，大人懂不？吃完饭，然后大人没吃饭。吃清淡的啊，肉食、水果、蔬菜都比较吃，就吃喝个面汤或者面汤，吃馒头也行，烤的烧饼也可以。多喝点水。你吃跟受凉有关系没有？比如说受凉了然后就疼，你看吃凉的地方就是。我没有吃凉东西，没有啊。就是昨天喝了一瓶凉海鲜，但是烫冷的。恶心不恶心？也不恶心。就是肚子疼。肚子疼，拉肚子。嗯。拉了半天都没劲了。嗯。是不是我刚出月子，然后体质太差了？没关系啊，我就喝了一瓶凉海鲜啊，就凉了呗。是，到时候来了就吃的药，好吧？来一针。好。先贴膏。这个呢？两片两回。两片两回，记住了。这个啥？你已经忘了。一打二，一天两回。一天三回吧。先生吗？两片两回。一袋三回啊，一袋三回，两片两回啊，这里边八针是吧？对，让孩子生长发育快人一步。多少针了？八针。八针。嗯。走过来你看一下。嗯。这小孩再来一趟。明天上午吧。那谢谢你来一趟。好、哦。